大家好，我是植杯大叔林怡峰。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哦，因为今天呢跟好朋友啊以及家人，我们一起来到了宜兰四面环山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露营区啊，旁边种了很多的落羽松，我非常喜欢的落羽松。然后今天虽然白天下了一些微微的细雨，可是其实凉凉的空气让人觉得很舒服，正是露营的好时机啊。我们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也准备了烤肉，噔噔噔噔噔，我们主烤者就是我女儿的干爹哦。我们今天好吃好喝，我们当然趁这时候我们要喝一些好的威士忌啊。其实对我来说啊，跑来露营啊或者是烤肉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陪伴，因为我觉得跟家人或跟好朋友一起出来露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建立一些共同的回忆，就像是我们可能跟父亲可能过去曾经喝过某一支特殊的威士忌，那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我相信露营烤肉有时候烤肉店就很好吃了哦，在家里面这做菜就很好了，为什么要特别跑出来？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感受，然后并且跟大家一起建立在平常生活之外一些共同的记忆这样子。我今天带来分享给九九的这支，就是我自己前一阵子出版的摄影艺术系列，它就是一支麦卡伦哦，是我自己运气很好，在苏格兰我弄到了三桶麦卡伦，找了一位摄影师，然后做了这样的美好的酒标，主轴就是陪伴啊。像这支呢就是两代传承，还有另外两支呢是人生伴侣以及忘年之交的陪伴。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威士忌是一件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几乎它就陪伴了我30年的时间。我相信跟九九也陪伴了不少的时间，是我大概只有20年而已。所以其实威士忌塑造了我们很多的记忆，然后我们从中间也得到很多的美好的感受啊。来，九九喝一下，喝一下。平常大部分大家都是听我在分享威士忌的风味，九九，你今天喝的这支，你觉得风味怎么样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先闻起来有点像在喝红酒的感觉哦，没有，喝闻到红酒的味道，再喝下去就是威士忌的味道。哎，九九好厉害的。还蛮顺口的，因为它是原酒吧？对对对，原酒精浓度接近50度，也蛮强的。像九九的味觉啊，就是很棒，像是它喝出里面有红酒的风味，因为这支是用100%的首次装填的雪莉桶所陈年出来的威士忌。那雪莉酒本身就是葡萄酒，所以可以喝出那种像葡萄酒一样的风味啊。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像这支不只是有葡萄酒，它甚至有比较多的像是葡萄干啦，甚至因为这支陈年的21年的原酒，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木质调，刚好跟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哦，环境很好，都有一些芬多精，甚至空气当中有一些树木的味道，其实跟这支合起来，包括 barbecue 烤肉的味道哦。其实我常觉得雪莉桶的威士忌跟那种油脂丰厚的那种有烤肉的味道其实很合的，特别呢苏格兰威士忌有一种精神，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历史当中啊，他们其实用的麦芽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微的熏烤，所以啊，即使号称是没有熏烤味的威士忌，多少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跟那种食物当中有烟熏味的东西很熟。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我有时候就会用乌鱼子去做炙烧的动作，然后甚至像是鸭嗓啊，烟熏鸭嗓，我也觉得很适合搭威士忌。当然，烤肉今天也很棒，今天这个香肠还有那个高粱酒的味道哦，真的是做得很好的啊。
所以它烟熏跟泥煤的味道又是不一样了。哎，其实啊，很多人对于烟熏跟泥煤的味道其实不见得那么清楚。对。那我们对于泥煤的味道，很多都是来自于艾雷岛的威士忌。九九有没有喝艾雷岛威士忌啊？像艾雷岛的威士忌，它一样是用烟熏泥煤去做出来的，但是因为它的泥煤炭很可能因为在海岛嘛。所以有海风啊，一些咸味在里面啊，甚至因为可能有海水过去，对于这个泥煤炭的浸渍啊，所以烧出来之后有一点带一些碘味，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那个泥煤炭的味道就是有点那种像消毒水味的味道。对。还有像是蒸鹿丸的味道，对，像一般大家比较不太容易接受这个味道，对，所以那个通常就是进化到老饕的时候，想要来尝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就会喝那样东西。像那个东西，我们这是一般我们所定义出来的泥煤炭味，但其实它也是透过熏烤所造成的，只是它可能。比较强化的像蒸鹿丸像消毒水的味道，那其实一般在苏格兰其他的威士忌他们也会熏烤，不过他们用的是本岛的泥煤炭，就没有那种海水味了，但是就多更多的像是今天我们烤肉的烟熏味呢，每一次大家看到我在社群媒体里面po出我在哪里吃饭的文章，下面都会有很多的留言说，林老师你在拿什么酒来搭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餐酒搭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生活化的，我觉得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然后对于一些食物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件很实验性的东西，然后并且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带着你身边你喜欢的威士忌，然后随时是参与，例如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露营区，我们搭配的烤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实验，我过去的经验里面这样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搭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子，就可以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大家或许在喝酒的历程里面，或是在寻找餐酒搭的历程里面，我们过分的习惯找到那种标准答案，就什么搭什么，什么搭什么，就一定要搭什么。比方说红酒搭牛排，对，红肉搭红酒，白酒搭白肉，海鲜，对，这样子。但其实不尽然的哦，其实当自己在生活当中寻索啊，并且在探索的过程，这些充满实验的精神呢，会让我们生活充满的乐趣。哎，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烤肉的关系，这个烟都上来了。我觉得今天呢，在这样的空气当中啊，喝这个酒，烟熏味特别明显啊。哎，今天很特别，还可以闻到一些像是松柏的味道，木质调特别清楚。我自己在喝这个酒的过程，每一次喝啊，它的风味都特别不一样，特别这种原酒强度的东西，都会带给我不同的经验。来，那个九九，来，我们再来喝一下，来 ，Cheers！生活经验的美好，大家一起来探索了。